互换签约。往下扎根是一个非常重要，尤其是高中生的学习模式，我们跟大学之间的融合，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其实越来越重要。因为我们发现说高中生的学习模式过程中进到大学之间，如果他有一个衔接性的话，其实不管他将来要专精也好，或者在某些部分的所谓通识的学习更能够融合更好。那其实高等教育现在教育部也常常要我们大学要所谓叫在地的连结，在地的实践。